佢哋纯真善良，佢哋嗰个精神咧就系对生命好，即系好热爱生命嘅。喺一般人嘅眼中，佢哋系弱势社群，往往被人忽视。但系喺我哋嘅当中，又可唔可以做到佢哋嗰份真挚呢？今个星期日下昼4:35，《生命恩泉》特别专辑之《一切从感恩开始》，就等我哋一齐注入多啲关心同爱护，令到呢个世界变得更美好。